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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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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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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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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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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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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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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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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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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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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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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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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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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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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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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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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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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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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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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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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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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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所谓临终啊，在佛教里边有两个概念，一个呢就是这一辈子啊一期的生命的临终，这个临终呢也就是所谓的受卵时三法将舍之际啊，佛教的判断一个人他从这三个角度受命啊，现在一般医学讲的就是你心脏跳不跳了，停止跳动，但这个还不行。第二就是暖，身上还有没有温度，没有温度冰凉了是不是就死绝了，还不一定。第三呢神识，如果神识离体了啊，心脏停止跳动，身上没有暖气，神识离体，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就是命中了，在这之前叫临命中，这都算临中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所以临中呢就是念念临中，每念每念念念生灭，每念每念都可能临中的。这个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比较深一点，所以佛在经中经常说啊，念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，我们并不能判断说哎呀我十年之后才死，这个不能讲的，人生老少不定，谁知道什么时候是临终，也许今天晚上就是临终。所以有一句话说嘛，这个临终往往比明天还先到啊！你说明天快吧，但是死比你明天来的还早，你都搞不到，今天晚上恐怕就到了，对吧？阎王叫你三更去，不能等到五更天，你来你时间就到了啊，这个不确定的。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，最基本的观念叫念死无常，特别我们学净土的人，你自己认为说我十年八年什么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以后，这个都是很懈怠，这都不符合佛教的一个生理生意。念死念无常是一个基本功，基本的道心，
如果没有这样的念死念无常，学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，就悠悠乎乎啊，还甚至这个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就想到说今天晚上脱了鞋，明天不定穿得上。那今天晚上如果我们一口气不来，没有弥陀的救度，你读到那么多的经书管用吗？如果没有弥陀的救度，就凭你这样子，我们这样的每天造罪，每天是入不敷出，造的恶业比我们修的功德多得多得多，都负债累累，就有我们这样子的，现在一口气不来堕下去死掉，你就去哪里啊？你不到三恶道报道，你还往哪去啊？你只有下三恶道啊，我们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果这样一想以后，你不信弥陀的救度，你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那些说听到弥陀救度而不愿意相信的人，可以讲是非常懈怠，骄慢必懈怠，难以信此法。所以经文所讲的话是那么的准确，入木三分，淋漓尽致。他为什么听到弥陀救度反而不相信，反而起诽谤，骄慢呢？啊，以为自己是个大修行人，以为自己呢，是有很多善事功德，以为自己不可能堕落的，这不是骄慢吗？对自己没有个正确认识，懈怠。他如果想到说今天晚上就是死期来临，你够了吗？你因证无生法忍了吗？你断尽烦恼了吗？能够出离三界吗？他如果真的这样想，想的真切，他真的是晚上吓得睡觉都睡不着啊，就肯定要念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出来。现在就是你判断，你现在就是最后的时刻，你怎么办？你可以捧认为你写过来的几篇文章就可以解脱生死轮回了，因为你以为是讲师，你啊怎么你什么拜了很多大德善知识，你就是可以了生脱死吗？所以这个对自己满身的恶业啊，都根本没有觉知。那如果能够正确的来观察，就会吓出一身冷汗，不会再那么悠悠乎乎的，你决定会这个法门不会改变的，你一定是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念，哪有那么多闲心闲心事，还在东看西看东找西找。但是请问谁能保证你今晚不死啊？谁都不敢保证他今天晚上一定活得过去，天灾地变啊！有的人呢身体好得很，从来夸耀我这个人从来不到医院，当然不到医院，第二天早上到了火葬场。所以学习净土法门的人呢，要有两个观念，第一个罪恶感要深要重，第二个无常观要深要重，这个才是道基深厚勇猛的人，深感自己罪业深重，旷劫以来长磨长流转，无有出离之缘，我们是罪业罪业又罪业的众生。第二就是无常观，哎呀我今天就可能是最后生命一晚上，一息不来我将归何处，在这种急迫的状态情况下，你一定会，你没有办法，你一定会，哎呀有这么好的法门，我就南无阿弥陀佛，从此心得大安慰啊！如果说没有罪恶感，以为自己很善良，叫外表贤善内怀虚假，然后很懈怠悠悠乎乎，以为自己可以活到120岁，然后呢慢慢的在那就是世人薄俗共振不及之事，而且不紧急不重要的在那里，那都跟这个法门啊不太相应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